1937年11月，日本关东军调集了10万兵力，执行伪满洲国当局出笼的3年肃政计划。我活跃在松花江下游和东满地区的抗日民主联军，面对强敌，英勇顽强地投入了冬季反讨伐的战斗。前線の戦闘が激しい。弾薬かなり必要だ。早めに前線まで送るんだ。みんな頑張れ。はい。長丸君、長丸君。この辺満州人の武装が多いから、品物の安全を気をつけろ。はい。武田君、小野君、着いたら前線の指示を聞くんだ。今人が足りないので敵殺しのいいチャンスなんだ。頼む。はい。もちろん気をつけろ。くそ。北海道より寒いだな。くそ寒い。やっぱりこっちが暖かいかな。またかよ。寒ければ寒いほど押し越ししたいからだよ。武田さん押し越しないの。ほらほら、おい武田くん、何するんだ。少年じゃねえ。これは任務だよ。止まれ。できるかよ。止まれ。止まれ。止まれ。武田義雄、男、24歳、東京大学卒業、昭和10年、軍隊に入り、相島軍人運送の上等兵。武田さんは、軍品運送の途中、裏切れ、今まで見つからない。二流時、武装移民団団長石井さんの部隊が全力で探し、人を見つかるまで、探すという命令があった。軍品は遊撃隊の手に入れず、昭和12年11月3日イージー担当、関東司令部の電報。この野郎、集合。はい。
李队长。哎。首长，李朝阳奉命报告。嚯，咱们的冲锋队长来得好快呀！啊，怎么样，你的那些冲锋队员都好吧？没问题，请首长下达命令吧。嗯，先看看这个，是急件。一个日本士兵逃离了本部，嗯，还带着一车弹药，不可思议。什么？首长是想让我们找到这车弹药？对，来，根据情报，他逃跑的方向应该在这一带。朝阳同志，你一定要找到他，这车弹药我们太需要了，现在日本人也在找，你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。是，还有那个武田义雄，你们找到他也给我带回来，切记要保证他的安全。是。写的啥呀、啊？写啥跟你有关系啊？写啥？啥？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你明白呀、啊？动不动就你看，你看你。那我明不明白？用你管呢？就是也没问题。也是。放下，放下。写的啥呀、啊？啊，这上边说的是啊，日本鬼子要咱们交枪并腿儿。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啥意思？这个并腿儿啊，就是。你说这么冷的天，要是没有吃的，一个人能坚持多长时间啊？三天。瞎说，三天早冻硬了。硬硬吧，小鬼子他妈冻死才好。哎，最好等咱们找到他的时候啊，他冻得像那个大猪肉棒。你说那不对，应该像冻西瓜梨。哎，这好，这好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最爱吃冻柿子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现在在办正事呢。好了，生气了。这个山上可能有日本人，也可能会有胡子，所以啊。三天之内，那个武田义雄要是不被敌人抓到，也得冻死饿死。哎，老板，我看我们可以分头行动，啊？嗯，分开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分开找可以节省点时间。这样啊，老索、老贼，你们两个啊，跟着方先生。你看，又这，又跟你。遇到敌人以后要注意隐蔽，一定要听方先生指挥。你特别是你。是，行了，黄昏以后，我们在二龙镇的听家沟会合。行动吧。好，行吧。啊，哎，老贼，走啊！哎，你贼不走空啊？你要这干啥呀？哎呀，快走吧！你干啥呀？这玩意儿这么好纸贴着不白瞎了吗？我留擦屁股。快走吧，就你能嘚瑟。二老八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等啥呢？哎呀呀呀呀！你说你干啥呀？人家放屁你也痒痒，替我拿点衣服。老贼，你过来找我啊！我给你斩子。行行行，这么定了。Thank you.
哎呀妈呀，咋像空的呢？发生这鬼子一大群了吧？哎呀，这跑一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，可累死我了。哎呀呀，这熊样，这走多远呢？才说啥呢？这从早上起到现在，水米就没打过牙，你不饿啊？我不饿。哎哎哎！你看那有人家没？冒烟，你看见没有？哎呀，完了！哎哎哎！啊，我看我们还是先摸清情况再进。不说好了在这汇合吗？啊！老板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？让我们注意隐蔽。没事，我先去，我去看啊。哎哎哎！不能去，我加小心，加小心。哎，回来！哎呀，不用理他，他是谁呀？不就弄点吃的吗？瞅啥呢？赶紧的！哎，回来！你还得赶紧的！哎，赶紧的！这么近，鬼打头了！哎，别动！你们说，你们是串山头的胡子？你看你官长，你都问多少遍了，这上面不写着吗？说让我们交枪，完了给我们钱啥的。你这绕半天了，你这是？我问你是不是串山头的胡子？是啊，官长，嗯，啥时候给钱了？你看你总问这，啊，你说，我，这位官长，鄙人呢家有薄田几亩，生逢乱世，恐匪人来患。便购得这短枪三支，配与仆人，以便于往来行走。你给我闭嘴！你都胡说些什么呢？我是问你是不是胡子。那你就说呗。嗯，你说啊？你说？我说。说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带这玩意不好使吧？你非得带这玩意儿，关键是连哨棍都不如。你看这玩意儿整的，我跟你说，官长。这小子可有货呀，但是货没在他身上，在我这儿呢，没在这，没在这，在这儿，这儿，啊，这儿，哎，您轻点口，哎，那儿。太君，考えすぎ。彼らは孤児を従って銃を出しに行くつもりだ。ソードなんだ、見てこい。はい。報告、車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。弾薬と高田君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ガソリンが切れて引き寄せてきました。大丈夫、この機動たちはどうします？とりあえず収監しろ。武田見つかったら一遍に県兵隊渡す。はい、来い、連れて行け。行け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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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傻钱吗？哎呀呀，推啥呀？钱还在哪儿呢？给钱吗？说，今天那个鬼子和汉奸叽里哇啦的说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我听不懂，问先生。来，先生，先生，说的什么呀？二位也听不懂。哎，不懂才问你呢嘛。哎，二位，你们得赶紧把我弄出去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老板说。你把那老鬼子说那番话是啥意思告诉我们俩，要不然我俩走出可不管你啊。嗯，我看你们敢。老板可是交代过啊，你们得听我的。哎，你听见了吧？嗯，他说了一个敢。哎呦，这还，哎，这太有意思了，这个。啊，解开了啊，给他看看。哎，这个太有意思了！哎，哎，你们给我解开，听你们的。哎，赶紧给我解开！你把老鬼子说的啥话告诉我们俩，就给你解开。哎，赶紧给我解开！凭啥给你解啊？你不是多读两天书吗？你你不就戴个小毡帽吗？嗯，不解是不是？啊，咋的？不解我就喊，喊呗。谁怕谁呀？喊喊，我可真喊了。嗯，喊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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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。有人要逃走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祖宗，你真喊呐！当然够肥的了啊，还念过书呢你。起起起，给他起起。哎，有道歉。ずるいな。大人、昨日の奴らは絶対降臨だ。降臨？なんでだ。この時出るかよ。
満州人も武田車を探してる。まさか、あいつらなんかわかる？捜査続け。時間無駄するんじゃねえ。はい。捜査？高連か、それとも武田さん？バカ！高連と武田とも見つかるんだ。はい。老方啊，你没听错吧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我还能瞎说呀？得亏是碰到了日本的移民团，这要是碰到了关东军的讨伐队啊，我们也许就见不着你们了。啥移民团啊？那咋还穿军装呢？那是武装移民团，是一种准军事组织。移民团的这些人是由日本的退役军人组成的，也叫开拓团。日本人为了长期占领咱们这儿，就用这种方式往咱们这儿移民。你还别说，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正规军是一点都不差。哎，那你说那五千英雄和那车弹药能上哪儿去？就是，能藏哪儿呢？老板，会不会被别的柳子给端走没看见呢，二当家。妈的，逮着弄死他！弄死！走，敢闯咱们地盘！
人呢？放把手。哟，来了。这打猎怎么还打了个死人呢？滚犊子！快帮帮手，把他嘴炕上去。哎哎哎，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张炮，咋还整出鬼子来呢？别废话了，再整一雪，给他脱了身吧。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快快，赶紧搓一搓，快！你说整啥不行？张炮，这咋还救个鬼子呢？别管他是啥，有口气儿咱就得救。他脱了这身鬼皮呀，和咱不是一样的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先救了再说。换过来了。掌柜的，来客人了。哎呦，几位老客，几位老客，请，来来，请，来，请，小二啊，来客人了。掌柜的，你赶紧整点吃的啊，我们都饿透了。好嘞，哎，伙计。去整点吃的，要好的啊！哎哎，几位是收山货的吧？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啊！病屯了，所有人都走了，这世道这个乱的，还有啥呀？我倒有一朋友是个猎户，再不我跟他说说，看他手里有没有什么皮货，要是看着合适啊，收了赶紧走吧。日本的移民团呢，是三天两头在这来回的转悠，不太平啊！哎，请老哥坐啊，坐啊！嘿嘿，老板，那天我偷眼看了，好像那个车没被打坏，没被砸坏，怎拿马拉回来了呢？不是你，我分析这辆车肯定是没油了。不过车上拉的弹药怎么会不在了呢？哎，哎啊！如果是你的话，偷了东西你会放在哪儿？那肯定不能放身上啊，那不一抓一个准儿吗？藏起来了。哎，藏起来了，藏哪儿了？藏哪儿了？张炮，来了一帮收山货的，过去看看，是熟客吗？燕生，吴掌柜的，赶紧给我烫壶好酒，切三斤狍子肉，饿坏了哥几个啊！没想到这小子跑得他妈还挺快啊！跑山的，跑山的规矩知道吧？赶紧的吧，身上带的硬的软的都拿出来吧。是龙啊，还是装啥呀？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千万不能在我这动手啊！
哎呀，这位老大身手不错，误会，误会啊！我是二龙山二当家的，管得宽，不打不相识啊！得罪，得罪了啊！得罪，二当家的啊，那屋有人跳窗户跑了，走看看去。 是咱们要找小鬼子吗？不管是不是，不能落在胡子手里。追上去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！小三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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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
把鬼子引开！走！走慢嘞！快走，快走！慢嘞！慢嘞！トヨト、土肥二組一人おってんの？うん。その人はよく見えた？うん、いや、ない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日本自重兵的标志。这个人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武田义雄啊。老哥，谢谢你啊。嗨，这是什么话？几位好汉是抗联的吧？哎，老哥，这儿说话不太方便。你看，要不几位上我家去吧？这不萧鼎小鬼子说来就来。嗯，走，走，走。这群胡子，我知道他们就在西边的二龙山上。领头的那位叫扈三哥，人挺仗义的，他给立个规矩叫七不抢八不夺，可是这个二当家的不怎么样。张大哥，他们有多少人？有多少条枪？说不太准，五六十人还是有的。枪嘛，那我就说不好了。老哥，我想让你给我指指去二龙山的路。没问题。先生，你领着老索和二老曼在附近的林子里转一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武田一雄。金花和老贼跟着我上山，看看他在没在山上。咱们和他谈一谈，争取能让他们也成为抗日的力量。嗯，就这么办，出发吧。好。太君，このことは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。追われてる人は絶対武田だよ。太君任命。二龍さん。太君、二龍さんは土肥の地域なんですよ。山大きいな。人は隠したら。どう探すんだよ。太君どうするつもり？何組出して、こことここ。
ここと身を隠し生きてるのを捕まえれ。山を降りないわけがない。うん、おお、時を捕まえ盗賊の案内よ。関東司令部の電報だ。増援だ。はい。荒大哥，别再往前走了，回去吧。队长，顺着这山道往上走就到了。嗯，告辞了。哎，走。哎，哪个柳子的？别说我在客栈的事儿。说，哪个柳子？我们是抗日冲锋队。冲锋队？没听说过呀。就是抗联的冲锋队。这位是我们的李队长。冲锋队不找小鬼子冲锋去，上我们二龙山啥意思啊？啊？大当家的，是我们冒昧。我们到这儿来是想找一个人。找什么人呢？找一个日本人。谁要是敢在我面前跟日本人来往，那他就是找死。别跟我提日本人。对啊，我们大当家的最恨日本人了。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啊？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仇恨日本人，那就应该跟抗联联起手来抗日，争取早一天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。这是我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对，不用你管。你的来历我不清楚，不过你毕竟闯了我的山门。嗯，带走。不，走。大当家的，什么废话？你可能误会了。走，不是，不是，在哪儿呢？走，不是干干啥玩意儿啊？走，哎，一会儿吧。嘿嘿，这小破屋能关上咱们吗？啊，家伙还在身上呢。喂，老板。哎，金花，来。老板，那是瞅啥呢？赶紧走吧！啊，你消停点吧。人还没找到呢，走什么走？
这武田那个小鬼子，见着都飞了掐。你抓的那个人真的是日本人？嗨，别提了，那小子一句话都不说，跟哑巴似的。不过那天在林子里碰着他的时候，他可穿了一身日本军服，见着我们撒腿就跑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闯了山门，按照我们山门的规矩，逮着就应该一刀宰了他。哎，你自个儿收拾收拾吧啊！我这也是例行公事，再打个袍子，马上给太君送过去啊！哎，行行。他妈的，还想吃袍子肉？到底把他藏哪儿了？啊！你要是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把你救出去。你说，你快说呀！你到底藏哪儿了？这不行，你们毁用，他是日本人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是你们日本人先杀的我们中国人，你知道吗？是你们先杀的我们，我们在杀你们呢。谁也不能杀人。我们杀的不是人。是鬼子，日本鬼子！我不能把弹药给你们。你要是不交的话，我就把你的身份告诉那帮胡子们，他会扒你的皮的。你知道扒你的皮吗？我迟早都是要死的。我告诉你。就算不给我们，那些东西也会被人找出来的，你根本藏不住。被你们小鬼子翻出来以后，还会杀死很多中国人呢。你杀死了多少中国人？我没有杀过人，我是子种兵。哎呀，这个小鬼子！你说你没杀过人，你不还是来了吗？不还是站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吗？不是，我想到这里来的，我根本就不想参加这场战争。在日本，每个年轻人都要服兵役，来到中国以后，看到我的同胞在杀戮，我受不了。我的家人不知道我们的死活，我恨这场战争。我知道弹药会带来更多的杀戮，会死更多的人。我把这些弹药藏起来，谁也别想找到他们。武田，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和作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和你一样不想杀人，
但是这场战争是你们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口，你们侵占我们的土地，你杀了我们的亲人。如果你是中国人，你会怎么办？所以啊，要结束这场战争，我们必须拿起武器，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移民党団長石井君、武田義雄の案はかなり力を入れた。素晴らしいことだ。本営全力を戦っているので、増援はできない。続けて頑張って、首都襲撃、土肥武装を滅ぼし、武田を捕まり手柄を立てる。関東司令部。増援がないか、それ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な。出した人は報告があったか？太君、二日目になるが、二流さん絵みたいに静かで誰もいないですね。武田。捕まえるよ。大当家的，山下来报说，一个小鬼子围咱们山转悠，像有啥事儿似的。继续给我盯着。大当家的，看小鬼子这动静。怕不是冲那几个人来的吧？哼！不管他冲谁来，我还就不怕小鬼子。我这有山有林子，我不累死他也得冻死他。可是这几个人这时候上山，你啥意思？会不会是给小鬼子踩盘子呢？哎，大当家的，要不这么着，就说他们几个是抗联的，把他交给山下的移民团。光他们要点枪啊炮的，最次也能弄点粮食回来呀、啊。就算我没说，没说，滚！是。站住！你马上下山，打听好这几个人的来龙去脉，马上回来。行。嗯。就按我说的做。大当家的，你真的相信那个姓李的？快去！哎，我去送袍肉。哎，翻译官。哎哎哎，太君，私が読んできたんですよ。ちょっと入らせてください。你一会儿站住！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有什么地方？给我起来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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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君，太君，我太君，太君，我不是抗联，太君，太君，哎，看啥呢？
快送进去啊！哎，太君！哎，糊了糊了，烫烫烫！哎，再等一会儿。哎呀，冷哥，哎，跟你们说事儿啊，管得宽呐，叫小鬼子给抓住了，这顿打。是不会，这小子平时看着就不是好东西。可不是嘛，看这小子平常咋咋呼呼的，这回跟石井一照面，栽坑了。嗨，鬼子抓他干啥？不知道啊。鬼子这是在找人带路上山呢。坏了，老板他们有危险啊！赶紧收拾东西上山。好好好，哎。哎，老哥，还得麻烦你给我们指一下路。哎，好，好，走。哎呀，你说你呀，要早这么的，何必遭那么些罪？哎。上马吧，二当家的。范警官，能不能再通融通融，换个办法？我这要一去，那我就又咋的了你呀？哎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汉奸了？你他妈说谁呢？家回来了，你他妈瞎呀！啊！谁？回来这么快、啊？哎呀，来，喝点，暖和暖和。
你脸怎么了？没事，磕的。大当家的，我打探清楚了，那几个人确实是给日本人踩盘子的，他是奸细。什么？咱走不走啊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不老实削你们啊！把门打开。哥几个，一会儿日本人来了，谁该干什么都给我盯紧点。这不用我废话了吧？不用，不用，来，进屋。日本人说话就到了，石井太君说了，事成之后，我就是县警备队的队副。啊，到时候，我能让哥几个吃亏吗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所以你们给我听清楚了，谁在关键的时候盯不上劲儿，我就一枪崩了。大家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干活。大当家的咋办呢？别废话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快走。坏了，关都快到了日本人，真悬呐！咱们要晚走一步的话，就让他们给端了。咱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不行。不能连累他们呀、啊！大当家的还有那么多兄弟呢，咱们好不容易才出来。这样，我和金花去找大当家的，你带着武田马上到张连虎家找老方他们。不是，老板，服从命令。去。是。小鬼子，吵啥呢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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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。
両方で進んで。おい。はい。後ろから進んで。走らん。はい。すぐ。はい。こっちだ。二当家的。哎。听够没有？没有。怎么样？冷不冷？你这个奸细！我是好人坏人，大当家的心里清楚。我要想要你的命很容易。金花，把枪放下。说实话，你那个小屋关不住我们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你现在处境很危险。你那个二当家的管得宽已经投靠了日本人。他不敢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？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不好了，抓那日本人和那姓李的都不见了。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。那他们一定是从后山跑的。你赶紧下山，去迎接石井太君，快去！是。你们俩快跟我追。进去，跪下！大当家的，这小子他，你自己说。大当家的，不是我，是二当家的。哎呦，你小鬼子，你都蹦蹦卡卡的，你给我起来，快！这，怎么了？你们呢？给！哪打枪？
老贼，老贼，咋一个人坐这儿了呢？啊？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武田呢？武田呢？人呢？让我给弄丢了。啊？丢了？到手的鸭子咋就让飞了呢？这不白瞎了吗？这个武田义雄，我给您带回来了。此来得开。若者、弾薬はどこに隠したか言っとけば、僕は。人殺しの悪魔たちよ、わからないよ。中国人に渡しても渡すわけがないよ。殴れ、殴ってろ。軍人裁判所に渡すんだ。我が大日本武士移民団突撃時、今一部の高連と土肥を全滅、武田を捕まり。尋問してから弾薬の車と犯人一緒に司令部に渡す。報告以上。计划和我去救人。老方，你们俩去找退路。好的，好的。
我把你撤出来了，兄弟们，撤！谢谢你啊，三哥。哎，李队长，跟你们打鬼子真过瘾呐！是中国人，就得打鬼子。嗯。报告首长，你交给我们的任务。都完成了，他就是武天雄。哦，好啊，小伙子，我们欢迎你啊！欢迎你加入反法西斯阵营，朝阳同志，谢谢你们，再见，再见。李队长，我会永远记着你们的。再见。